These after hours got me charged up.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示这一个技术动作，在我们正常的长拳里头有个叫做穿掌的技术，但是在我们中国传统武术俗称为老虎飞拳。好，我现在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技术动作。当对方打击过来以后，啪，进行防守攻击。你看，穿掌过来，啪，飞拳中的一，碰，翻，桥，然后再盖，这个动作就造成了一、二、三，穿掌动作。好，我们再做一遍，防守，插，走。这个就能达到我完全的翻身转胯。你干嘛？干嘛撞我？坐进去就完了。啊？坐进去就完了？那你撞了？我跟你说，坐进去就完了啊？你想怎么样？你就坐进去就完了。对。靠！不要！Drop in the cold blood。